哎，小姐姐，我们摄影馆在做活动哦，在招募亲子照的模特，免费的哦。不用了吧，挺麻烦的。哎，不麻烦，登记个手机号就行，到时候我们上门拍摄，还有礼品赠送哦。这么好啊！我的手机号码是。妈妈，不能随便把电话号码告诉陌生人。哎呀，就给个号码，能有什么危险？您贵姓啊？我姓韩。已经登记了，韩女士，我们会尽快安排上门拍摄的。真奇怪，他都没问我们家地址，怎么上门拍摄呀？志晨，读书时间到了。好的，妈妈。小皮球真淘气，小皮球真淘气。喂，是韩女士吗？您之前登记的手机号码在我们摄影馆呢，中了大奖，跟您确认一下。是不是要手术费才能领奖？这是套路。小朋友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是不收任何费用的，免费把礼品给你送到家。你们是在福星小区吗？那是在我们隔壁小区，我们在金星小区。哎呀，那边路我不太熟，你能下楼接我一趟吗？那行吧，妈妈下去一趟，马上就回来，你在家里好好看书啊。小朋友，阿姨给你送奖品来了，马上开开门。哦，来啦。按照正常情况，他应该找我们家大人啊，为什么要找我一个小孩啊？怎么开口就是小朋友？是不是还有免费拍摄？我叫我妈妈来。今天不拍，阿姨是来送奖品的，你快开开门。免费的午餐，小太平可能会吃大亏的哦。我是小陈哥，喜欢我记得关注我哟。